所以我画的是前年呢，我跟那个詹天权詹老师啊，到兰屿，那一大早我们跑到那个兰屿的洞金湾去看日出，我在那边十五秒啊，那回来以后把它啊画来作品。那现场也看到那个小狗，还有那个渔人呢、啊，刚好要出海，对，那个渔人出海，在这个晨曦之下，他一只脚跨在海里面，那一只脚已经上船。他尽力要把那个船呢、啊，从这个岸边把它推到海里面去。那么兰屿的这个独木舟是非常有特色的。那么在配上这个晨曦，在这个东青湾的这个光线之下，若隐若现，希望能够画出它的趣味。